OK， 那么我们现在正在给大家直播胡说的是拳皇2000这场中国对韩国的比赛，左边是韩国的阿库玛，右边是中国小孩。小孩刚才打出了一个漂亮的一挑三，对战阿库玛 King 库拉玛丽，两个阵容呢一模一样，就是在中间跟大将做了一个调整。徐兰山来说，小孩占了一个轻攻击的血量优势，爬完山小孩更精神了。阿库玛刚刚是打那个拳皇14，用主力打一踢的 Seven 也没有什么用啊，没有什么用。路过了新朋友给主播点点关注啊！现在的比赛是来对阿库玛对战小孩，加油 King 玛丽，还有一个库拉。他们两个把格斗玩成射击和吐口水。谢谢 Snake 的战房，就是 Snake。Snake 直译过来就是蛇，是吧？黑蛇 Snake 吗？好了，那现在小孩又要拿下这个库拉了，但是只有一颗气，没有办法。来吧，感觉阿库玛今天晚上不带状态啊，怎么被弹成这个样子，14输多了。